家晚安。好，OK， 今天呢，谢谢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同乐。那我是在地的花莲人，大家是在地的花莲人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我今年入围台湾流行原创的一首歌，要数 GoQ 呢嘿，一首忠犬小八的歌曲。今年呢暑假我可以如愿以偿看到忠犬小八的雕像，所以今天呢我要唱这首歌《把呀》，安子塞，谢谢大家。可能他在都市丛林待得很久了，他希望能够有跳脱丛林的感觉。好啦，这首歌好，我因为离开苗栗太久了哈，但是呢还好有我们现场的会长还有我们老师经常会给我教导，还有我们的赖老师有给我教导，所以呢我已经很努力要学好我的客家话。
那我是在地的花莲人，那现在呢我们一起互动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大家有点精神，今天有点疯啊，嗯，好，来这首歌讲讲够，阿子谁？什么泰达？心跳慢着祝福